整只石斑鱼放入石锅中，直接用盐来烤，香气四溢，令人食指大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全国渔会特别推出具有可溯源的安全水产品，并推广无碳烤肉法，让民众在中秋烤肉时不但能响应环保，也能兼顾健康。再过不到两个礼拜，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那中华民国全国渔会啊，为了让国人过一个安全、健康、没有负担的这个中秋节呢，那所以说我们特别推出了可溯源的这个安全食品，同时我们也跟专业的这个主厨来结合啊，来设计一个无碳的一个烤肉法。那我们希望说，在中秋烤肉的时候呢，啊，我们可以少烟少油，而且可以多环保多健康。推广记者会中，全国渔会特别请来金牌主厨，当场示范盐烤石斑鱼的做法，教导大家其实利用盐焗就能做出烤肉的感觉。用这个瓦斯炉在锅子平底锅这个部分里面铺上了这样的这个盐巴或是海盐的部分，利用盐烤的部分，我们就不需要去烧这个木炭让它做炭烤，我们利用盐加热之后，这个传热的这个方式去烹调我们的这个海鲜，好一些的料理的部分，保留我们这个原本海鲜的鲜味跟甜美。全国渔会强调，渔会所推广的海鲜产品除了有五大安心保证，价格也相当平实，欢迎民众多利用全国渔会的网络商城订购，合家共度健康环保的中秋节。中华民国全国渔会宝岛鲜鱼中秋长鲜购，赞！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罗伦宏采访报道。